馆的镇馆之宝人面陶罐，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雕花陶罐。人面陶罐呢，它其实非常特别，想信大家去看过都会记得，就是它那副呃陶罐负面上非常生动的一个人脸。它当时出土的时候呢，它是出土在一个双人葬的墓里面，所以呢，当时就很多人会想说，哎，它是一个随葬品，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宗教的一些仪式内容呢，或者它有一些意涵？ 那那时候，国家又开始通过了《文化资产保存法》，所以积极的鼓励大家来报、来来来上报、来报这些呃古物，把它把它登登录古物。然后，于是台大人学博物馆就决定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藏品里面两件最珍贵的排湾族的这两件祖灵的石柱跟木柱，把它登录为国宝。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一昌，大伯大伯。 欢迎收看《见识难倒》。大家都知道，台湾原住民流传有丰富久远的文化体系，也保留有非常具有价值的文物。同样的，原住民祖先所留下来的考古遗址里面，也发现非常多、非常多。 具有价值，而且可以解说整体历史发展的考古标本，也就是文物。今天要跟大家谈的题目是国家宝藏。为什么是国家宝藏呢？是因为这些文物经过时间的洗礼以后，它所带有的意义足以解说。 我们这个国家整体历史发展里面重要的一个段落，今天要请到两座博物馆里面重要的学者来跟大家谈这两个博物馆所典藏的文物跟它背后的意义。第一个是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馆，它是台湾。 非常重要的考古博物馆，也是一个在遗址现地的博物馆。另外一个是，在台湾具有深厚的时间传统，也对早期台湾原住民具有丰富收藏的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原来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北帝国大学。 土俗人种学教室的博物馆，典藏有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后段非常重要的原住民文物以及考古标本。那我们首先就请时尚博物馆的彭家宏先生来跟我们解释十尚行博物馆的重要典藏。 刘先生、严教授以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馆的研究助理彭家红。今天将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十三行博物馆珍藏的十二件重要古物。这十二件重要古物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国定十三行考古遗址。 十三行遗址呢，它其实早在一九五七年的时候，由林朝启教授呢去提报并命名的。它其实在后期呢，经过了一次的很重大的抢救发掘事件。在这次的抢救发掘事件中，我们抢救出了许多的珍贵文物。经过了考古学家研究整理，我们总算在这其中发现了这十二件的一个古物，被提报为文化部去设定为重要古物。 那这十二件重要古物分别是哪一些呢？想必第一个大家想到的就是我们十三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面陶罐。没错，它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要的古物。虽然我们其实多数人都觉得它其实可以提报为国宝的等级了。那其实人面陶罐呢，它其实非常的特别，主要就是在于它这个陶罐腹面上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人脸。那它其实呢是非常稀少。 基本上在全台湾来讲，我们要找到跟它一一模一样，甚至要跟它一样这么具象的人脸的文物也很难，所以它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唯一的一件独特、独一的一件。也因为它这样子的特色呢，所以它被列为了我们国家一个重要的一个古物。那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也是陶器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件雕花陶罐。为什么要取名叫做雕花陶罐？ 就是因为它上面的纹路是用雕出来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纹饰。那它这一件的雕花陶罐呢，它其特色并不只是在它上面的纹饰而已，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在它的制作技巧上。那第三件一样也叫做雕花陶罐，其实这件呢更特别是在于说它的口缘上方有四个凸起的一个装饰。那其实这个陶罐的造型呢非常的精美。 那其实从这几件陶器上面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十三行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奇怪，就是他们的陶器都做得非常的精美，上面的纹饰其实非常的多样，所以呢，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美学概念的一个族群。那第四件呢，也是一个陶器，它是一个圈足瓶，不过我们考古出土的时候，它的圈足已经找不到了，所以只看到留下它的痕迹。 那这些陶罐的陶壶、呃陶瓶的形制呢，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呢，被列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古物。那这边是十三行遗址出土几个四个主要的一个陶器，被列为重要古物的部分。那接下来呢，还有接下来四件重要古物呢，是同样都是来自于青铜器，其中两件是我们的青铜刀柄。那想必有去过十三行博物馆的人，应该都有看过我们的青铜器，尤其是那两件青铜刀柄都非常特别。 第一件呢，它其实长得很像外星人的造型，哈，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青铜的一个刀柄，可是它造型非常独特，有的人会觉得说它跟我们的呃四川的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的那些青铜人像非常的类似，那是不是有关联性呢？这我们也不大确定，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去显示跟研究。那正是因为青铜器在台湾是非常稀少的，主要是因为台湾是不产青铜，没办法制作出青铜，所以它一定从外地。 交换而来，所以它代表是我们当时十三行人跟外地交流或是交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材料。那第二件的青铜刀柄呢，它也比较特别一点点，就是它一样具有人脸，不过它的人脸面向呢不是在它的刀柄的正面或是背面，它是整个在我们刀柄的最底端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刀柄的末端这边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人脸。那一样，它的整个青铜器的制作。 非常的精细，花纹也非常巧妙，所以被我们列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古物。那此外呢，第三件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青铜的一个铜牌，这个铜牌呢是更有趣了，因为它上面的纹饰非常少见，它上面是一只骆驼。那照理来说，如果你史前人类没有见过骆驼，它是不会把骆驼这种动物铸造上面的。所以呢，我们有推测说，这件骆驼铜牌可能来自于中东或是近东的一个地区，就是有这些骆驼的国家。 那这些铜牌同时呢，它其实也非常包含整体的纹路啊，或者它的内容，其实有非常多的故事是可以研究的。那也是希望，就是未来我们可以持续继续研究下去。那最后一件青铜器呢，是我们的一个青铜剑簇。那这件青铜剑簇呢，它其实也是制作的非常精巧，也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呃常用的一种器具。那最后的四件重要古物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玻璃器。那这 这四件呢，分别是两件玻璃环跟两件玻璃爵。为什么这玻璃器在我们会被列为是重要古物呢？其实是有很大原因的。在台湾的史，呃，史前史里面发展里面，在早期珍贵的东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台湾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玉器。不论是悲南遗址的玉器，或到晚近的时代呢，基本基本上都是以玉器为主。不过玻璃器的出现，造成了这个玉器工艺产生一个很大一个转变。 主要就是在于说，这些玻璃器进入到台湾之后，史前人看久了那些玉器，突然发现了哇，这玻璃器是这么的漂亮，这么的精透，少见，所以呢，大量的他们会喜欢上玻璃器，想尽办法去跟外地的人去交换来这些玻璃器，那也造成了说，他们从时间呢不再去做玉器了，反而是去想办法去交换到玻璃器，所以造成整个玉器的工艺没落。 那这整个是影响到台湾一个史前史发展一个很重要一个阶段的一个转变，同时间这也往往大概是在距今两千年前，就是已是台湾从新石器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的时候的一个转变的重点。那这玻璃器呢，它其实多数都来自于是外地，因为台湾那时候的技术还无法制造出玻璃器，所以呢这些玻璃呢，从他们是从海外交换而来的，所以它也带来的是一些有关于外地的一些工艺技术的一些呈现。 那刚刚前面有讲过的，就是我们的青铜器，它其实重要不只是它的交换而已，主要是青铜器这些它的内容跟文物，它其实都包含了许多是一些交换议题以外呢，还有很多更多的一些资讯。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主要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两件很重要的陶器，第一个当然是我们十三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面陶罐，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雕花陶罐。 人面陶罐呢，它其实非常特别，想进大家去看过都会记得，就是它那副呃陶罐负面上非常生动的一个人脸。它当时出土的时候呢，它是出土在一个双人葬的墓里面，所以呢，当时就很多人会想说，哎，它是一个随葬品，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宗教的一些仪式内容呢？或者是它有些意涵？这部分的话，就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研究。不过呢，在这个人面陶罐出土之后，它出土之时呢，大概是有七十几片的一个碎片。 经过考古学家逐步的一些去拼凑，然后跟修补之后，才完成了一个陶罐的样子。那在早先，如果是看到人面陶罐，基本上也会发现到人面陶罐包含了两种颜色，一个就是我们的陶器常见的一个土黄色，另外一个呢是石膏的白色。不过在二零一七年的时候，人面陶罐有重新请了法国罗浮宫的修复师来重新为它整理过，因为我们的考古学的修复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强调是可逆性。 所以随着时间久，它可能会因为修补的的地方会产生弱化，就是因此在2017年那时，我们把它重新做了修补。在修补过程中，这次采取的是同样颜色的这种修补器的这呈现。所以现在去到史前博物馆，你所看到人面陶罐是同样都是同一个颜色。那人面陶罐它其实呢，整体的造型特别就是在那个人脸非常深入人脸。那其实在整个台湾的史前史或是史前遗址上面，都可以发现到。 不少的有带人脸的一个，或是人形装饰的一些文物。那只是这些文物呢，通常要么就是非常的抽象，或是非常比较不具象，都有可能。那这个为什么史前会要那么多人像呢？其实从我们考古学许多的研究可以发现到，说人会把人像坐在器物上面，通常都有一定的象征，包含可能是主灵或是神灵的概念，多数都是跟我们的信仰或宗教有关。 所以人面陶罐它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宗教仪式使用吗？是有可能的。那不过真正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持续研究，跟需要获得更多的资料，才有可能得到这个答案。那第二件要跟大家将介绍过，就是我们的雕花陶罐，它的特色在于就是它上面的精细的纹路以外呢，还有就是它制作技巧。它的纹路为什么精巧？大家可以仔细注意的去到博物馆观看的时候，会发现到它所雕刻出来的所有图文都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细小，那个是在以此前是在早期实验，其实是比较难达到，是因为直到进入到金属器时代的时候，有的这个铁这种东西，它是可以薄，然后又非常锐利，所以它在陶器上面的雕刻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细致的一个雕刻。那这件陶器它其实特色并不只是在于此而已，它的制作技巧在于它是采取二次烧的方法。所谓的二次烧，就是它首先先完成这个陶罐之后，它先把它素烧完成。 接下来，它在上面再贴上一层陶土一圈，在这陶土上面再进行所谓的雕刻，把这些纹饰雕刻上去之后，再去完整的烧烧制成器。所以基本上这个陶罐，你会看到它是有两层的一个概念，然后它的纹路是在第二层上面。这个做法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好处就是在于说，这样子的雕刻上面呢，我们基本上不会伤到我们最里面这个陶罐的胚体。 而是装饰在它上面那块装饰图上面，所以呢，对陶罐本身并不会造成破坏。要知道，在史前烧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件陶器也有可能会在烧的过程中就会毁灭掉，造成很大的损伤损失。所以基本上他们会比较珍惜这些陶器，所以在这個二次烧的技巧上，可以展现出十三行人他们在这种技术上制陶技术上面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技术。 那整个从我们这十三行的这十二件重要古物可以看得出来，十三行遗址为什么会变得是重要？而这些古物为什么会被选定为是重要古物？主要就是它展现的是我们史前人类的一个传统工艺技术的一个进步跟发展的一个要径。同时间，它也代表是十三行人跟外地其他人的接触或交流的一个反应。 所以它代表的是，并不只只是一个地方人群的一个文化脉络而已。同时间，它也包含了他们的技术，以及他们跟外地的交流。所以这几件文物才会被选为是我们的重要古物，而并不只单单是一个东西这么简单而已。谢谢大家。很清楚的看到，他双手都平举在胸前，那手掌有六根指头，然后两两腿是笔直的站立。创世纪的时候。 第一次的造人是失败的，眼睛会长在关节的地方，所以因为长在关节的地方。我们非常谢谢时尚博物馆的彭先生，跟我们谈到时尚博物馆目前。 几件已经得到文化资产保存法认证的重要古物，以人脸那么具象的图像来表现在特殊剧情的陶器上面，实在是一件非常难得的标本。它应该具有相当特殊的意涵。刚刚彭先生给我们做了很多有趣的推论跟解释。 接下来，我们要请到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馆长林开士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所典藏的台湾族重要的国宝。这些标本、这些重要的文物离开家里以后。 我们是否有机会再重新跟他见面，重新理解这些标本、这些文物在我们原住民社会的意义？我们就请林馆长跟我们仔细的说明。宜昌兄，还有彭先生。 啊，呃、我是台大人类学博物馆的馆长林开世，那我今天就要来介绍我们馆里面藏的两件来自台湾族的国宝。那这两件国宝现在目前都在我们的民族学展厅里头。那啊，第一件国宝叫做台湾族家庭旧社金鹿乐头目家的四面木雕祖灵柱。这个木木雕祖灵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东西，它呃是金鹿乐家族头目家屋的侧。 侧柱，那根据部落传说跟祈祷的记忆，它应该是创世的女祖先摩盖摩盖盖立像的雕塑。那这个雕塑有一个形态，呃，就是四面，就像四面佛一样，它四面都是相似的雕塑，那就是那个祖先的那个像。那人像呃，很清楚的看到他双手都平举在胸前，那手掌有六根指头。 然后两两腿是笔直的站立，然后手腕的处有数圈的平行的纹饰，然后腰有束带。那这个主灵柱很明显，它原来是放在家庭旧舍的大头目的家屋里头，那是大头目家屋五只主灵柱当中的一只，那其他的三只其实是男性，然后一两只是女性。 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是五支当中的一支。我再介绍第二支，第二个国宝是望家旧社入鲁万头目家的双面祖先像的石雕柱，是石头的雕塑。那它原来是设在，也就是树立在望家部落旧社阿鲁阿鲁万头目家面那个家屋面前的祭台，那是一块砂岩，用砂岩雕塑出来的两面。 的一个祖先像，就是男男祖先、女祖先双面的像，那这个是竖在家屋前面，是地位跟尊贵的象征。然后，呃，这个这个两祖先，你也可以看到他戴着羽毛，然后有那个羽毛的帽饰，然后两只手也是平举在胸前，然后腰上有纹饰，然后有腰带，然后双膝跟脚的那个关节的地方也有平行的这个线条式的纹饰。 OK，那是相当精美的两刀两两件国宝。那所以我们注意到一件这两件国宝，都让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譬如说，他们在手腕跟膝盖的地方有纹饰，然后有六根指头，或者是带着羽毛。那一个是放在家屋前家屋内部的立柱，换句话说，这个立柱其实是，呃。 头目家的人在在跟他们的祖先致敬，在跟他们祖先是在是在头目家屋里头的。那另外的石柱呢，它反而是放在家屋外面，它是立起来的，所以它是要跟对外展示它的权威、它的它的尊贵。那我刚刚在提特别提到说，手腕、膝盖关节的地方有纹饰，有这些地方，你看它都有非常清楚的纹饰。那这些其实是排湾族的。 贵族才能够拥有的一个一个装饰的权利。那为什么会用这个纹饰呢？其实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这牵涉到了台湾族的神话里头谈到说，创世纪的时候第一次的造人是失败的。那出生出来的人其实是因为因为是因为是兄妹结婚，所以生出来的人其实是不太正常，所以在关节的地方会出眼睛会长在关节的地方。 所以，因为长在关节的地方，所以失败了。所以后来，创世者就再度的制造出出来。那可是因为有这一个传说，所以所有后来的台湾族的贵族常常就在他们的关节的地方画纹饰，表示他们跟这个神灵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然后我要先来开始讲这两个柱到底是哪里来的，那是怎么收起收藏到的？这是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问题。第一个。 呃，就是呃，家平的那一个祖灵柱，他是他是在一九三二年，呃，台大呃台北地大的土俗文种研究室，跟那个日本的收藏家买到的。那当时候记载非常简单，只知道说他是来自高高雄潮州郡的台湾族的家平旧社，只有这样子的讯讯息。可是后来的学者到了那附近去调查的时候，确定了一件事情，说。 这个柱其实是来自于君禄乐头目家晦气的家屋里面的，所谓晦气就是因为金禄勒头目的家，它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家屋，那所以这一个这一个这个柱，其实是在旧的废弃的家屋里面，所以那个古董可能是那个收集的人去那个地方把它拿买回来的，要回来的，所以这个是呃，当时候这个四面主灵柱的来源。 那双面祖先像的石雕来源，那就又不一样了。他是帝国大学遗传子之藏，在1929年，他到呃这个现在的家庭的南边，也就是当时候的那个已经归顺的那个部落里面，已经废弃的遗址里面。 因为当时候加旺家部落在过去是个非常强大的部落，他的势力曾经来到南部这里，可是后来旺家的部落往北边，他的势力往北边走，所以这一块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废墟。可是头目的家屋还在那里，所以就有一个晦气的家屋在那里。那当时候宜川教授他们到达那个晦气的地方的时候，发现了有了这个石柱在那里，所以呢。 他们就问了这个这个泰旺家部落以及当地的官府，说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搬走？那他们说、哦、没有问题，搬走。那于是他们就把它搬回去台大的土著运动室的的这个呃收藏呃那个标本室里头。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件事情来，我们可以知道，就这些收集的来源其实都是已经废弃掉的头目的家屋，它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所以今天我们在收集它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虽然我们现在有当代最进步的 设备，然后标准的这个什么恒生恒呃恒湿恒温，但是这两个收集的这两个产品的状况目前都很脆弱。比如我们注意到，譬如说嘉平的那个木头的主林柱，其实它的木头有非常多的毁损的地方，然后你也看得出它有些地方有有有腐烂的现象，所以它是蛮脆弱的。 然后那个呃呃石碑，其实那个石那个石那个那个那个碑碑石其实也是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砂岩，它经过长期的风沙那个那个呃风化，其实它的这个呃生殖的部分，也就是那个性性征的那个部分，其实已经呃模相当模糊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这两个文物其实都处在一个相当脆弱的状态。那虽然现在进入了呃博物馆保藏，还是非常脆弱。那台大人类学博物馆要谈这个为什么会变成国宝婚礼跟国宝结拜，就必须要谈到台大人类学博物馆的一个转型。那台大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就是在呃日据日治时期，土俗人种研究是基本上是一个标本陈列式。那这个标本陈列是到了战后，台大人类学。 系基本上还是把这个陈列室当成是个标本陈列室，可是，在二零一零年的时候，台大人类学系决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陈列室转变为成一个博物馆，也就是说，从一个原来只有学术用途的，要转变成是一个公共的。 开放的可以让观大很大众来参观的，于是这个博物馆就要开始转型，它要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那那时候国家又开始通过了文化资产保存法，所以积极的鼓励大家来报来来来上报来报这些呃古物，把它把它登登入古物，然后于是。 台大人学博物馆就决定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藏品里面两件最珍贵的排湾族的这两件祖灵的石柱跟木柱，把它登录为国宝。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学术单位，我们不是说我们找到一个最漂亮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登录了。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文物。 带回去，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就原初的那个社群在哪里？那我们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征询他们认为他们要把他们报申报为国宝，他们同意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是什么？所以，于是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台湾人类学系就在胡家瑜教授跟啊、呃、童云昭教授的领导的领导下，我们就开始往这一带，尤其是台呃家庭部落跟。 啊，旺加、呃、部落去征询意见，那其实开始接触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部落其实都经过了非常长期的迁村、基督教化的问题，所以他们传统记忆都消失了。所以那个呃，家庭部落的时候，我们家庭部落在一九五零年代其实是啊。呃 八十八十 percent 以上的人都已经信了这个天主教，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呃灵媒，没有巫师。那其实，在经过了访谈的过程当中，后来呃，头目家里面真的有人开始有记忆，因为他曾经住过旧的那个那个晦气的家屋，所以他记得说哦，这个家屋里面有这些像，那他辨认出来台大的这一这一个这个像，这主灵像其实就是马盖。马盖呢，马盖就是。 家庭部落创设创设的祖先女祖先，所以呢，大家就豁然开朗啊！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它。然后，其实大家第一个反应其实是希望说能够归还，应该要归还给我们啊。可是问题是，大家都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归还了几乎就完蛋了，因为这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文物。那你归还了以后，没有设备，没有没有没有资源，没有人员可以去照顾它，那其实归还了不要多久，这个文物就已经完蛋了。 所以当时候大家就在就是很矛盾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那于是后来族人商讨的结果就觉得说，好吧，那我们就让台大去申请国宝，然后呃让然后也许这个东西还是留在台大博物馆里面比较好。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对族人来说是一个很矛盾的心理，大家觉得非常的不舍，那也同时也觉得非常的骄傲，要要要变成国宝了。 那又又骄傲又不舍这种情这种这种情感，于是，在讨论大家在集体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他突然就觉得说，这种情感就跟当年要嫁女儿的时候的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像。于是有人就突出奇想说，那不然我们来办个婚礼吧？他们台大要把我们的祖先留下来，我们总不能平白送给他们，叫他们来娶，把他们把他娶走吧。于是他就，于是部落就跟台大说，那你们来办个婚礼，来把他娶走吧。 那于是台大那时候就，那大其实对他来是一个非常吸引，是一个非常吸引的事情。台大一层一层上去往上报，那居然台大校长居然非常乐意说他愿意来做这件事情。于是这件事情就变成到了台大校长的层级。那于是，在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二号，于是世界上首件的国宝文物婚礼，就由台大校长跟来自部落的四面木雕祖灵柱来结婚。那你可以看到我。 提供的照片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婚礼非常的非常的隆重，然后就是遵照传统最珍贵就最尊贵的一种婚礼，就是大头目家的大女儿出嫁的那个规格来办的一个非常盛大、非常盛大的一个婚礼。那二零一四年，我们也同样访问了旺家部落，那旺家部落类似的情况，其实他们也迁村，而且那个头目的家，因为他们呃。 合纵连横，他们其实又改变了，连家名都已经改变了，所以那个，呃，假假如武汉的那个头目家这个名字其实已经不在了，所以事实上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在彷徨当中，有人想到说，那也许应该这种东西是头目家的，所以应该只找到头目家的成员来来谈。那于是头目家的成员的,的来。 看，你会发现的，他们还有那个记忆，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家的确以前是叫做“假如鲁万 ”，OK，那的确我们的家屋家家屋的门前的确是有这一个很漂亮的石柱，于是大家就。 重新、重新，甚至于重新回到那个过去的那个旧社，然后这个旧社现在其实是其他的头目在那里，所以去肯定说没有错，这是这就是我们当年放在这里的那个，对不对？然后确定了以后才定下来。那而且呃，因为大家都已经熟悉，比较已经略略为熟悉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望加部落也同意说我们来提报国宝。那可是我。 光家部落提出说，可是我们要求这个祖先像的石雕像，必须要复制一份留在我们这里，然后而且举办一个仪式来确定说祖灵愿意回到这个石柱上面。那所以，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五号，头目家团跟台大就透过传统的台湾族结拜仪式，然后缔结为一个伙伴的关系。 婚礼跟结拜其实产生了非常多对我来说非常正面的效用。第一个是它重新连接了祖先的遗物，然后开启了文化复兴的运动。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部落的成员同木的家同木同木的成家呃家里的成员，大家开始是回忆那个历史，回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要去呃把神话跟物跟文物连在一起，然后他们要去旧社寻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把他们过去已经几乎已经遗忘的东西，又慢慢的带回来。那而且在这个地方，透过婚礼跟结拜这两个非常传统的仪式，使得他们把原来几乎已经消失掉的一些文化，几乎把它带回来。譬如说，呃，颂歌唱的歌，跳舞的步，那还有。 呃，还有还有那个仪式的做法，那其实这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了。他们因为这一次的婚礼跟结拜，他们都再度把它重建起来。所以旺加部落还甚至于为了这个石雕放到他们的部落里头，他们重新去做了他们的祭场，就是祭祭仪的场所。然后在这个祭场里头，他们也宣布他们要重新举办，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举办的五年祭。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棒的事情。那青少年也重新拾回传统，就是、说他们突然觉得，原来他们祖先有这么精彩的文物，有这么棒的仪式。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加入了，所以他们融入了这个这个这个过程。所以青少年就开始对他们的传统非常的重视。那另外，台大人类学系也跟部落别的人的亲家跟伙伴，于是我们双方都互相的持续的拜访跟支援。那我们的。 我们的学生们会参加他们的青年会，他们的青年会成员会到我们呃到我们台大来访问，然后呃我们会呃每年的呃收获季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他们。那这持续了，那最近就因为疫情，所以这这两年好像没有办。不过我想疫情结束以后，我们应该会持续继续办理下去。那婚礼跟结拜这件事情，其实带来了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值得我们来反思。第一件事情是说文物。 原住民文物归还的问题，这一个结拜跟婚礼是不是一个另外的可能性？全世界各地现在都在面对，就是原住民文物，因为原住民的文物其实丧失都是在一个殖民的情境，在一个呃权力、经济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之下丧失的。所以现在当代大家在转型正义的概念下面，大家都希望这些文物能够归还到部落。可是归还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它马上第一个问题是。 其实大部分收藏的文物，其实它的来源就是它当当时候怎么收集的脉络是不清楚的，所以你今天你要拿回去归还，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因为它是古董商来的，它是偷来的，它是抢来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哪里，它非常非常模糊，所以是它归归还的那个那个那个方式本身，要归还去给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大家遇到的问题，就是。 归还的以后，其实因为没有好的这个设备，没有好的这个这个这个资源，其实这些归还的东西是很快就会破坏掉，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个礼、啊、婚礼跟结拜，虽然把东西留在了博物馆里头，可是事实上，这个前提还是建立在一个部落跟博物馆之间资源不平等的一个状况下发生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是说，要做婚礼跟结拜这样的事情，是需要双方，就是博物馆的这一方跟部落这一方得到相当程度的信任。那需要长期的，也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知识，才有办法做到。那所以这也不是一件说要做就做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它不是一个随便可以复制的事情。 那所以这件事情就牵涉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博物馆在当代其实有一个跟过去不一样，它已经不是在是一个静态的在等着别大家来看，然后做好给人家看。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博物馆它到把东西带出来，而且它主动的介入，而且主动的去协助部落的文化振兴。那我觉得这是博物馆一个新的任务，这是大家可以重视的。那最后我再谈一个。 有趣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文物到底是什么？尤其这些神圣性的文物，因为大家好像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关心的问题就是是谁的？我的是你的，然后该博物馆留还是部落留什么？这个东西。可是对我们来说，在这一个讨论，在这个呃讨论，这个这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是：祖灵有没有在这个文物上面？ 主灵会随着我们文物来吗？这个主灵是不是真的主灵？然后它是哪里来的？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有没有主灵？祖到底有没有有没有跟着我们来？它它有没有回应我们？所以换句话说，文物身上它不再只是一个文物，一个简单的物，它其实伴随着一个呃，伴随着一个这个文物，它的后面有一些灵性，有那个力量在里头。那个力量不是一个。 简单的说，客观在那里，你找到它，它就会来。这样子，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有心，我们有知识，有部落，有博物馆，大家共同起来想象，然后揣摩合作，然后慢慢慢慢的把这个灵性找出来。那它相当程度上的决定了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 东西在哪里，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反而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面对那个文物的灵性。大家觉不觉得，雕刻上面人的样子、手摆的位置以及身上的装饰，汉时商博物馆的那件青铜刀柄像不像？ 啊、可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是怎样，大家很彷徨，很彷,<徨>彷徨，对不对？不晓得主灵究竟怎样對對對回应，对对,對回应我，我不知道啊，是大家是在这样的过程慢慢去这样子找出一条路出来。我们非常谢谢。 台湾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林开智馆长，详细跟我们解说了博物馆内典藏的两件台湾族祖先所留下来的国宝，也非常谢谢十三行博物馆的彭家红先生，针对十三行遗址出土的十二件重要古物，大家觉得一个在淡水河口。 新北市，一个在屏东县，一南一北，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觉不觉得，雕刻上面人的样子，手摆的位置，以及身上的装饰，汉斯山博物馆的那件青铜刀柄像不像？ 台湾族的贵族或头目家里所典藏的玻璃手环、青铜小刀的刀柄、右汉十三行遗址出土的玻璃环和青铜小刀，类不类似？这当然就值得我们从。 整体台湾原住民历史发展的过程来重新思考。我先问林开始馆长，刚刚您提到这些国宝，其实包括了不少台湾大学或者是台湾其他博物馆里面所典藏的台湾原住民文物。我们已经开启了一套新的方法来和原住民朋友。 共同回顾这些文物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也谈到了这些文物本身历经了时间洗礼以后的脆弱性。事实上，要回到原来的部落去，也有一点困难。 望家部落想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办法，嗯，要复制一件回去。对，事实上，阿美族泰巴朗社的卡吉达案也用了同样的方法，嗯、把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里面的家屋内的祖先的雕像，把祖灵。 重新做一个雕像，把祖灵引回、嗯<哼>，对，太巴郎，对，透过仪式，嗯<哼>，所以您觉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呢？呃，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其实、呃，家平呃家平跟呃跟跟望加部落想到这个复制品的这个方式。 其实他们也是看了前面的这个就太巴郎部落的例证，<laughs> <朗>所以他们启发了,了这个想法，对他们启发这个想法，所以其实这个想法很快速的就传播到大家都 sense 到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对对对，这、就是可以这样做的。那呃，可是基本上就是在这里，我们遇到的问题会是说，大家都在有有点迟疑彷徨,徨，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复制品，他会来吗？ 是是，他会来吗？是,是、啊，他真的会，他真的会在这里吗？是，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我我说需要需要跟跟跟祖灵打交道，要做一次确定的事情，所以我没有把握，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在整个那个过程，在那个国宝啊，还有结伴那个过程，其实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好像都已经决定了，觉得好像就就是这样子。可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是怎样，大家很彷徨，很彷徨，对不对？不晓得主灵究竟怎样回应我，对对回应我不知道啊，是大家是在这样的过程慢慢去这样子找出一条路出来，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真的要好好想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个很重要的。是是。 <对>所以，各位一定可以想见，既忆无形文化资产，嗯嗯，有形文化资产，它不是截然区分的，嗯嗯嗯嗯，而是很清楚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是是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有形的雕像，嗯实际上承载的是无形的祖灵，对。我们怎么样跟祖灵沟通？ <对>怎么样跟主灵好好的讨论？嗯嗯其实是一个嗯仪式行为的整套作为才能够达到的。对，而且要不耐其烦的跟主灵沟通。没错。对，对。其实这些跟主灵沟通的过程，就是文化重新再找回来的过程。嗯嗯、所以刚刚林馆长谈到。 部落里面的朋友开始年轻的回来了，嗯、<哼>会唱部落里面原来已经断掉很久的鲫鱼歌曲了。嗯、<哼>那这不是文化布阵是什么？对。對所以透过一套我们现在想起来的处理过程，嗯、<哼>重新把。 文化找回来，重新把记忆找回来，甚至重新把整个部落的文化复振开来。嗯嗯嗯，这才是博物馆的新任务。没有错，我非常同意林馆长刚刚讲的。嗯、<哼>其实我们三个都是台大人类学系的毕业生啊。问问这个小学弟彭家宏，你觉得十三行博物馆的这些标本，它所承载的？ 更老的祖灵的记忆，究竟要怎么办？应该说，呃，其实，在史上博物馆这些重要古，它其实承载其实真的是非常多的一些意涵，哈、哦，包含的就是，呃，我们从人民陶罐来讲，好，因为人民陶罐它基本上是出土于墓葬、嗯、随葬品，它其实就带有是、嗯嗯、是一个陪葬品。我们来说，就是又有，尤其是它又有一个人面在上面，那基本上 根据所有的考古或是任何的史历史资料来看，有人面的器物通常跟记忆都会有一定的关联性存在。所以呢，在这上面说，我们可以想到说，第一个是这墓主可能身份特别，有这么一个特别的陶罐陪侍在他旁边去被他埋葬。过来是这个祭。 这个墓主他会不会是有曾经是一个巫袭，或者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人，嗯、地位的人所以他才可以取拥有这个特别这么有一个人面的一个器物在他身边陪葬，这就是有可能的。那当然就是在被说我们从这出土的这些呃陶罐的特别的造型，或者是它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讨论到说，哎，他们这十三行这个人群，他们在这陶器上面做出这些纹饰或这些象征的意涵的时候，它到底蕴含的是哪些？ 文化意义在里面，那这其实也是我们在理解过去十三号人他们究竟是怎么样一群人，跟他们是从何而来，从、嗯、何而去，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这些元素。嗯嗯、那当然，从青铜跟玻璃器来讲话，是他们跟其他人群的互动，这个也是我们研究可以了解到说，因为从跟别人互动，可以从别的人的资料里面去重新回馈到了解到这群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就是从外人的眼中来看这个十三号人是怎么样一个人。 所以从这张我母其实是可以找到很多的资讯，不过就是因为考古研究，它真的是有很多破碎零碎的资料，<是>我们要去重新组拼组跟研究，所以是需要花比较多时间的。那不过像啊、呃、刘先，他其实早先就已经做了很多研究，跟近几年我们时常也有委托一些单位进行的相当多的一些研究。 其实我们对这些内涵逐渐逐渐有比较多的一些认识，相信在未来更多研究下，应该可以把十三行人他这整个人的一个文化脉络，可以得到一个更多更丰富的一个诠释。谢谢彭先生，我个人觉得，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是延续的。从十三行博物馆里面所看到的文物标本，再从台大所典藏的。 台湾族的文物标本，我们隐隐然觉得，台湾原住民族早期的历史到当代的历史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虽然说十三行遗址里面的人群，他的后代可能跟凯达格兰族、可能跟巴塞族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但是凯达格兰族跟巴塞族都已经是。 汉化已久，而已经可以讲是失去了自己文化的人群，这些历史跟文化只残留在考古遗址里面。我们仍然非常感谢，在国家保障的这个议题里面，史前博物馆和台大人类学博物馆呢、啊，都提供了我们原住民社会所留下来。 非常重要的文物标本，这些都经过国家的认证，都可以讲是我们的国家宝藏。谢谢大家收看，再见，见事难倒，我们下一回见。